今天我们来 Hollywood Studio。 首先这停车场呢还是一样的，你来要交钱25块钱的停车费。哇，今天人不是特别多。拿一张地图，有没有中文的呀？没中文，只有日语的。这个是弄 fast pass 的地方，每个人你买一张票有3张 fast pass， 但基本上头一天晚上你去选，基本上好的都被选完了，比方说翻滚列车之类的，只剩下的一些能让你选的都是有没有无所谓的了。你看 Star Wars， 这东西翻译成中文怎么翻译啊？星际争霸，不是吧？星际争霸游戏的名字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新开的，去年签约。哦，想起来叫星球大战。哇、这地方就是看电影。这块是 Meet the Characters， 就是跟他们照相，但是我们谁都不认识，所以就没兴趣了。那边有一个 dance party， 就是跟迪士尼的这些角色一起跳舞，给小小孩玩的。哇塞，这个给力！星际争霸的一个秀，不是星际争霸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星球大战。还把小孩给弄上去了，每人拿根金箍棒。哇塞，这个队这么长。哦，还有眼镜呢。Galactic regulations require that all carry-on items be safely stowed beneath your seats. To fasten your restraint, 这块是不让照相的，我就要关了。等会儿完了以后给大家讲一下感受，但我估计又得是那种往死里摇的那种。正如所料，还是那样的乱动，最后拯救地球了。今天发现没有那个什么 lights motor， 还有什么 action 的那个汽车表演的汽车特技秀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其他几个必看的，一个是美人鱼，一个是那个美女与野兽，还有下午还有那个什么印第安纳琼斯的一个秀，还有晚上8点钟的一个水幕电影，这是几个必看的。小美人鱼，看这个画脸，$25一个。快速通关好处就不需要排那大长队。哟，这儿有个潜水服。哇，真的有水从上头下来。Oh my god！ 激光水幕。这个秀很震撼，就是有点短，上头有什么镭射光幕啊什么的，非常好，布景也非常的用心。我们现在往前走，这条街叫 Sunset Boulevard， 好莱坞的 Sunset Boulevard， 前头看那个最高那房子就是跳楼机，相当于你在那上头，然后在一个好像说在一个屋子里，然后那突然那屋子就空了，怎么着就掉下来了，体验失重，我才不玩呢。
哎，我们要看这个美女与野兽的秀，又互相绿呢。刚才问了一下这个胡子大哥，他说那个就是汽车特效那个秀再也没有了，他这儿已经没有了，以后都没有了。你听到那个楼里的惊声尖叫了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太惨了。挨着您坐，我要睡的话我还可以。咱这个位置相当好啊！我发现他们腿脚不便的人，你看把车停在那儿还能坐在前头，比 Fast Pass 还灵。我下次也准备在腿上糊个石膏，完了以后还能在园子里开车玩。哇塞，这主意太好了！我了个去，半个小时挤了这么多人。Of course I came back. I couldn't let them do this to you. Wow, 塞，燃爆了，好看。哇，这么长的队，你看。现在排队等候时间160分钟，两个多小时要在这排。哇塞，找个座真不容易。这是那个号称很牛逼的一个 roller coaster 的地方，但是好像现在暂时关闭了，还是怎么着啊？我去，等两个多小时，130分钟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开车的地方吗？等15分钟。Stuff light, lasers, and smoke. There was no smoke. No smoke! Yeah, now that's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Here we go, rookie. I can stick to it. Uh-oh, congestion ahead. I love tractor tip. Backward gear! Q1? Well, what was that?刚才那个挺好玩的，汽车的那个一出来就是这个跳楼机，现在我们要去toy那个园子。哦，这个地方就是讲沃尔特迪斯尼的整个的电影之路的，这块是介绍沃尔特迪斯尼怎么建立起这个王国的。这是 Magic Kingdom。 那个 Disneyland 就是加州那边那个。你看它在中国的设计还借鉴了中国的风水理论。少点什么？刚才在那个博物馆里头看了一下它的历史，然后呢又看了一个今年3月份要上映的一个动画片《Onward》的一个10分钟的介绍片，非常值得到时候期待去看。哎，我们现在在这个 Frozen 去看它的 show。
sing-along celebration. Join in a fun storytelling and sing-along. Welcome to this very special day. I'll play with Elsa's magical snow. And then one day she built a...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? Come on, let's go and play. Necessary. It's like looking in the mirror for me, buddy. I don't think we've seen Elsa. Oh, I'm so glad you're here. The royal historians of Arendelle. You all made the kingdom of Arendelle proud. Thank you.真是节目一个接着一个，马上要去那个印第安纳琼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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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米老鼠耳朵吗？我能吃一口吗？当街杀起来了！哎，他们在这看着呢。一人提了一个 BBA。哎，我给你买的那个你带上了吗？ Hello, welcome to the Indiana Jones Epic Stunt Spectacular. You're 18 or older, you want to help me? Raise your hand, make a lot of... Tyreek, there's a K on there. All right,哇，那个现场的效果太牛逼了。这还有一个 3D 的木偶剧。这是个没啥新意的 3D 电影。哇塞，你看这是排队玩那个的。你看好多人买这种小东西。喜欢星球大战的人还真不少啊。看来我得去回去补一补，我一集都没看过。想玩的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巴斯光年的这个，但是我估计这个排队也会很长时间。等35分钟不算太长。哦，这还有一个翻滚列车呢。65分钟。
都要等时间太长，那就不去了。你要不要？也给你买了一个 Number One Daughter。这帮墨西哥人在那造墨西哥人浪。Minutes, the Hollywood Hills Amphitheater house Mickey Mouse uses his vivid imagination.This is how summer walks. If you like our channel, please subscribe.